高分还是不是很确定。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它的确有效。但是我这学期我开课是怎么个开法？我就是要把这十股啊，用我的定义挑出这十股出来，还要包括那个一些这个豆类，那是下半部的。然后就是告诉各位，你假如譬如说你想预防肺癌，你想预防乳癌、肝癌、子宫颈癌，每个人担心的都不一样嘛，因为你的家族可能是每个人都有乳癌或什么天晓得，那你就特别对这个注意。那你在这个食谷上，事实上就不要一比一比一比一，就不要去杂粮行买那个现成的，就来上这个课。然后呢，我就提供你很多很多很多，加起来它会有这么厚的资料。就上完这个课，其实还不用上完，因为在第七周、第八周的时候，我已经跟那个社大同学讲，我们文山同学讲，在第七周、第八周，我会让每个同学都上台。每个同学我会指定一种种的，然后一个一个上台。好，比如说这位同学是乳癌，我认为乳癌的这个十公里的配方应该怎么配？比如说糙米应该是多少啊？比如说这个燕麦应该是多少？比如说荞麦应该是多少？因为它每一种谷物针对的癌症肿瘤是不一样的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这学期 Level 3会上的课。然后会有实作，会有这个上台报告的，基本上可以在这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的题目是怎么问的呢？我说，哎，各位同学，假如说你们知道我王某某在外面有开课，像今天下午这一堂课，两个半钟头，你愿意花多少钱来听这堂课，对不对？然后同学就写了。哦，我下次罢课呀，罢课啦，不然那没赛啦，不要听啦。啊，因为我跟他讲不具名啦，不要告诉你是谁，反正等会我就回车，我自己心里有个底。我在这里可以公布答案，根据五所学校所有的同学的这个平均，其实各校竟然都差不多。快，一千五，两百。我们台湾人真的这么抠吗？我们台湾人真的不想留住人才吗？一千块，各校的那个数据都差不多，都是一千块。那我就算一算，哎，那你只要跑去那个社大上课啊，我叫声嘶力竭，上完课还要赶场，各位才交多少钱？你们交多少？对啊，你们再交三千块，十八堂课呢，哇，理论上你要交18000呢，啊，这三千块不是都进我口袋了，太神了。也就是说，各位来上这个课，比起你们的期望值，最起码就先赚800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文山社大特别地方在哪里？我们文山社大好几个同学，我不知道是谁。给我写的这个符号，他们写数字多少？哦，这好爽，爽到快要晕倒了。真的啊，其他社大也有，但是文山的写的最多，写的最大。好，那接下来哈，我们赶快看一下干斑。干斑这个呢，就跟那个皮肤美白意思差不多，它也是一种色素沉淀啊，跟内分泌啊、血液循环啊、情绪啊都有很大的关系。各位看下面这几个例子，一个是浙江中医的 case 啊，他每天15公克就半两干燥桑叶泡茶喝，半个月之后他黄褐斑消掉一半，一个月后都没了。接下来就菲律宾的这个实验。他就用25位黄褐斑的病人，两个月，结果发现他的面积，啊，他的大小还有严重程度呢，哎，有不错的进步，从4点多进步到2点多，黑色素呢降低，但是没有用的对照组的反而恶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看到差别了吗？啊，有用跟没用有没有差？有差。那是不是只能光内服？不是，你也可以外敷。
那你内服加外敷会不会更好？当然会更好。好，那减肥，减肥哈，第二页下面还有第三页这个，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，我觉得他们写的蛮好笑的。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嗝屁两个字要怎么写，因为看到第三页哈，他一直用嗝屁，他很怕他的老爸会嗝屁。那这也是过来人啊，啊，过来人的心得。结果后来经过千辛万苦，他父亲终于可以开始减肥了。是怎么做的呢？就桑叶锭加桑叶茶，其实基本上就是桑叶了。各位知不知道日本人啊？我对日本人没有太大好感，不好意思。但是他们，怎么说？他们卖来我们台湾的桑叶茶，我们台湾 有那个好几家日药本铺，各位知不知道？红色红底的那个日药本铺，进去看，他卖你日本原装进口桑叶茶60包，每一包里面2公克的桑叶粉啊。也就是说，总共加起来多少公克？120公克。他卖我们台湾南瓜这一支，这本钱其实很低啊，超低的。卖我们多少钱？我猜看，1000多。都没有概念，1900。1900。而且他这个也不告诉你怎么用。他只是告诉你这个对身体好，所以他减肥的效果事实上很不错。我们接下来再看，又是日本人，他们也是减肥，他们怎么搞？